大家好，我是彤。今天我们就来，又来跟大家，也又来跟我们的盟友一起玩。我就是我招募的人来的啦，那个人是我招募进来加入我的组啊，麦托皮啊，麦托皮啊，想打呢就是这样打，这样打。咱们秀给大家，平时有看的话，你们都有看到麦托皮啊这个字啊。麦托皮亚是什么含义？就是我的未来，还是含义？它的含义的意思就是我的未来，那就是这个字。其实它的含义是我的未来。为什么我不要写 our 皮亚或者是 vito 皮亚呢？是因为呢，我忘掉啊。一个月前我还有跟另外一个组员说，就把名改去 vito 皮亚了，就是应该叫麦托皮亚，可是我们到最后还是叫麦托皮亚了。因为呢，我问大家呢，大家都没有反应了，大家都没有任何反应了。我问大家，大家没有任何反应了。哇，我没有命啊 ！What the？ 哇，那把七楼做什么？还有在这个设法，哇，那把七楼做什么？那个设法，做麻将省得动啊！What the 哇哦，我的城堡，不是我朋友的城堡 ，Steve 的城堡，哇，我怀疑房主是小屁孩，我怀疑，哇，匠心古剑的东西破坏掉啊，哇，给我，如果想要，我是跟我朋友说，如果想要知道有破坏程度有多，哇。那钱不是我建的咩？哇，这个设法这小屁孩很多下啊！哇，好多小屁孩啊，这真的是好夸张啊！哇，这么辛苦建的一切全部白费的。还见到集美一下，哎呦，见到降美啊，哎呦，啊对，又要我收拾残局啊！我讲了半死，那霸气仔有没有回来的那个？真的是很奇怪啊！算了，等一下等他自己借回去啊，那个霸气仔啊。我是刚才那么那个人，是因为我就跟另外一个人说，好，你的打手这边，哇的，这边是藏起来的箱子，哎，要等一个很麻烦哦，他回来了，他自己断线了是吧？我去挖矿。哎呀你啊，Hello， 有吗？我现在简直是完全没有那动力来借着你手机了，靠北！找到人了吗？啊？是不？我现在我进别人的设法帮他修理东西，哇，小屁孩搞。设法，给我设法。给你那个号码是不是？然后我看看啊。我讲啊，听好了呀。名字是跟全部设法一模一样的，就是 L E E T， 因为名字要这样子啊 ，L E T 哦。懂，你给我那个 A 什么号码就可以了。哦 ，A 17483 A。啊？什么？一个 E， 一个七，一个四，一个八，一个三，你加起来就可以了。哇，好像在玩那个。哎，我在那边写啊，等一下啊。你跟我讲。OK， 可以。A 在前面，然后一个 E 是不是？啊。然后一个七。好。一个四。好。一个八。还有一个三。啊，一四。不要加二啊，没有一个二啊，是三啊。我在里面捅一点。八
1782。OK OK OK。哎呦，要同燕这边真的是啊，哎呦，哎呦，头疼了，我牙疼了，我牙疼了。哎，这样快要去读，我牙疼了，你帮我重建这边一下下，我牙疼了，牙疼了，我的牙很痛啊。我都没有 OP。什么是 OP？我没有那个什么。你什么？你没什么？什么东西都没有。你过来帮我装，你过来帮我重建一下。哎呦，哎呦，早上那个人跟我都白费心机哦。哎呦。我没有 CMO。哈？我给你，我没有 Creative Mode。其他是没有 Creative Mode 啊，小娘。哎呦，很明显是我的朋友是给人家杀掉了，很明显。其实我在建的时候，怎么样补回哦？这样子啊，拿掉那些碎片，然后就做成那些工具啊，补回去啊，你看不出没？这样多石头啊！哎呦，小屁孩每次都是这样子破坏哦，小屁孩，等你哦。原本今天要玩正当防卫的，只是对不起哦，对不起啊。我原本要玩的，只是呢，就是啊，站那手枪啊，亮真的是太夸张了，太夸张了，真的是。你拿点材料啊，做那个石，来抓镐啊，挖掉一些不对的地方。之后你要打字，你明明已经跟我讲话啊。之后你这么讲快速度啊，你打字。围住你，不要杀我！啊，算你杀完，打多少钱？打对，给啊，对。哇，你看我重生在什么地方？哦，我看错地方。其实你懂这个城堡是用一天来建成的嘛？就是今天早上就建成了，你要知道。其实这个城堡是，你又断线了，给你这家伙只会断线罢了。什么加拿大不是？什么澳洲啊？整天断线啊，还澳洲啊？其实我朋友还，我记得我这位朋友他还没有要做一个门哦，刚刚开始的时候，对，哇，我那位朋友还没有要做门。说这样子啊，我抓两组去啊，哇啦喂。我要重建这边很难哦，Hello， 要重建这边好，刚发生事情，怎么会有两种声音啊？哎呦，要重建这边真的是啊，会费很大力气的。对啊，这边，喂。那把气在去了，哎呀算了，我的，我跟他讲，哎，按错，我们啊算了，我都傻了，我都傻懵了，我哪里可以这样子讲呢？讲得太快，这个家伙是断线了是吧？我赚钱了，真的！哇，赚钱了！这个瓦器仔赚钱了，耶！我来做个把铁剑吧。我想做个把铁剑，没有原材料。这个设法很 lag， 这个设法。Hello， 你还很傻懵的跟我讲你要 call 你，终于打我。不知道、哦，你在打着我，你不要打我，不要杀我先，我做个梗的东西给你，我的姐姐，做梗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其实这是，我自己看错东西，哇，这边很难，
我阿燕我在我手在我身上，我还没有烧，等下先来烧。我那个朋友，我朋友回来一定很伤心。啊？在你手没有，我还没有烧，等下先。哎，喂喂喂喂喂。你不用这样子拿爸爸呀，兄，根本就没有这种需要爸爸呀，兄，你不要搞偷笑。我们还是回去我们正题吧，我们改天再帮我朋友重建啊。我们留个牌子跟他讲啊，来啊，牌子给我讲，有，那你做个牌子给我，我写给他，我写啊，不然你写还是我写？要你写还是我写？你写牌子给他还是我写牌子给他？你写。好了，你就写小屁孩破坏，所以呢，烫头跟你叫嘛牛奶呢要重建，可是重建不到，因为我们在排戏着，没有理由就无缘无故的帮你重建。最近还牌子被啊，你好像也写 M 门，哇，我看一下啊，我看你写啊，我看你写的地方对啊，你写的哪些人不对劲啊、哦？好，我写啊，我看你这样子，我写啊。我怎么有种很奇怪的预感呢？哎，我怎么有种很奇怪的预感呢？你不要在我写的时候打我啊！我们在，哎，等等，我很累，我们在重建的重阳甲，重什么？我算了，用写了，反正我忘记重建的建阳甲。哎，你这么打我！喂，你在干嘛？你谁啊？这样子的话你很烦啊！我们去玩那个 Hunter Game 嘛，真的是烦。哎，我要不要只会杀人？你要杀人，你也去玩 Hunter Game 没关系。好啦，烦。还是回去我们的题目好啦，魏老兄。哎，我们还是喜欢玩的 game 嘛。我哪里懂你呀、啊？你断啊，我断。我们喜欢玩的 game 吗？喜欢。我们去第五间啊，我们去 SG Fire 啊，因为我只有 SG Fire 户口吧。哦，最近他们更新啊，东西很快哦，你们觉得？他们更新那个食物箱很快些啊。有没有人觉得他们更新东西很快哦？只是发布了那个两天还是一天吧？哦，他们就已经做好了。啊，真的要 log in 哦。其实我应该做件毛衣的，不错下啊，那些毛衣。你不是很快没打字？哎，这个皮肤很熟悉哦，我以前用过，以前我用来。还记得吗 ？YouTube 什么？哦，他是实况主 YouTube。他讲他不是实况主，实况主的定义就是拍的时候有很多人在看你了，其实实况主才是这个定义，只是华人一直搞错实况主跟 YouTube 吧 ，YouTube 吧还是正确的名称，只是台湾人呢一直。真的是实况，真的是台湾人想到新的方法就是实况哦，所以这是他们就真的应该叫实况主。你在哪里？我看错了呢。哎，你我们要不要做件毛衣哦？其实我们都要过圣诞节嘛。你有没有觉得我穿这件有点傻萌？其实有没有觉得我穿这件有点傻萌？大家，我穿这件哦 ，Star Wars。我杀我还是自己去做的哎，我这个人傻萌了，做这件，这件是做的啊，自己做啊，你们去找这 skin 是找不到啊，头盔是自己做的，真的可以叫头盔。其实你在哪个 HG 哦 ？HG5。好吧，这么远呢？看不到我妹在你前面。哎，对哦，我怎么看不到你？
这我有种觉得你好像你把你的 skin 换去蓝色衣服这样的感觉，这种意思啊。要玩哪一间呢？玩玩第二间吧，应该只有第二间玩吧。我已经进来了哦。这么会这样，哎，这么相差了，这样天差地远，这样夸张的。哎，你后面是有箱子的，你注意一下啊，你后面。牛奶，你注意一下，你后面是有个箱子的，其实。我完毕。他刚自杀。我玩黑，我玩黑你了。你想玩黑？哇老，我跟你讲 XMO 肯定会让你吃大本的，跟你讲吃亏的 XMO， 你吃了亏不要怪我啊，因为 XMO 啊 hack 那东西哦还不够好啦，他还插水过那个 B 什么 BL 啊 BL 什么那个专业版啊，我出两千多个 Creeper 在那边要啊，如果我是你，我是不会这么霸气的。人家把他的跟你放 creeper， 你放一只来试一下，其实。没有，现在不能放。好了，那斧头是我的。那斧头是我的。我第一个到，我是抢不到斧头了。我第一个到，我是抢不到斧头了。我是什么东西都抢不到哦。算了，我先，我拿那个，我拿装备好了，我拿装好了，你不要跑那么快。哎，卡错人，压你啊！去，你是哪一个？你不要以为蹲在这边我看不到你，不要以为我蹲在这边我看不到你。哇操，阿兄！哇，食物链鸟哦！我要杀掉这个人先哦！食物链了，食物好链啊，食物很好链啊，还有食物很好链啊，食物。我讲我，你去哪里？其实，我现在在追杀一个人先。我没有人追我，不，那个人在追着我。这样跑要僵慢的，哇，我跑太快了自己。好慢啊，小子。喂，好慢！喂，自己跑真的是太快了，你死了吗？这样我可以。哇，我那个拿了，是他拿了。我的。死了吗？这是。要是好了，我也出去啊，我也出去，快点，这个是白痴不会杀人咯，这个他现在才杀我咯，快点杀白痴啊！刚我告诉你，现在有机会杀死啊！这次你跟着我啊，哎，你又讲你可以放 creeper 看梦到啊，是不是？哎呦，按错东西啊，又要跳回去，要先来等一下。你看我的奖哦，有什么用处呢？我进错死法了，看看。都讲的了，什么 X mode 的哦，他插就有了。你在哪一个？哎，你看你来，我看不到你，因为太白了。你去哪里 ？Hello， 有人吗？你去哪里？第二你去哪里？哦，你在这边，你在这边的吗？哎呦，你很羞耻哦！上次啊，还要我提一下下哦，这次你竟然很羞耻的去闻圣诞老公公的女儿的体臭哦！哎呦，很羞耻哦！人家哭，哎呦，你还要当街做东西，牛奶。哎呦，走啊，去玩啊，不要开这玩笑啊！走啊，你来，走啊，你要去哪里？我眼睛很痛，哦，走啊，你来，
牛奶，牛奶 ，wake up， 醒醒，醒醒，走。哎，牛奶，有没有觉得其实我好像用错季节的东西啊？快点乖，牛奶喂乖，牛奶，你再这样我不踩你，我去吃晚餐午餐了、啊，我跟你讲，牛奶，牛奶，哎你去哪里？我终于看不到你了，你去吧，我在这边，走啊。这我也会算下去，抓在你后面那个，后面，最后一个了，给你搞到按最后一个，按了吗？牛奶，按了，按错，切，我还要落音的，我这样麻烦了、啊。这条密码好打、啊。哎，牛奶，你去哪里？牛奶，我出去了。你，我老诶，你知道我跟你进错了差别超大的那个设法吗？靠，极大差别一下啊！我进个设法跟你的设法是超大。Oh, now you make it. Kill people, yeah. Kill people.惨了呢，但是干掉这个 VIP 钱啊 ，VIP 哦 ，VIP 哦 ，VIP 哦。下面有吗？哇，下面有个，四个教条啊，哟，很嚣张哦，喂。喂，这边有箱子啊，算了，我要死了，拜拜。哎，牛奶，你想啊？哎，牛奶，其实我要去吃午餐呢，牛奶，你不要整天又不踩了，你很奇怪。好吧，既然牛奶没有办法到的话，就没有办法咯。居然都圣诞节一定要有穿一件适合圣诞节的 skin 哦，要带圣诞节的 skin 哦，所以呢，我就这一集之后呢，我会去穿一个比较适合这个圣诞节的 skin， 还有呢，麦托皮亚系列呢还会继续的啦，那个第七期胖弯吧嘛，不好意思，如果那一集骗去啊，不，那是第八集，然后就胖弯。我有点不好意思啊，那一中间断线了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是安罗，拜拜。